有个林口街，林口街跟松山路。你看，居然有莲，有莲花。你觉得这水为什么是牛奶色？沸水。沸水哪种？成分是什么的沸水？这边还有大豆皮耶。这是什么啊？这鱼耶。什么鱼啊？大豆皮啊。什么鱼？它的名字就叫大豆皮。小时候的水沟，应该就是那种小鲫鱼吧。